好，你可以好在你们先去排第一，我们先让我们讲一下不要的事。加个味儿，那你就吃个味儿吧。站住，站住，忙是吗？哎，上课站住。先去，先去，先去排第一。这三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，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属，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。卸下了基础，有笑有哭，一起约定了不虚度。开始说爱我，说爱我，现在就抱紧我。
속 조금 찢어줄게. 여쭤보죠 이 인류에. 桌子上，啊，后面的长椅哈。
那么具体。好，来那个点个名吧，朋友们。然后来，洪金文到，来，好，帮我把所有你们对的，还有预备生对的，快把名字画上。啥画上？画工，写上那个日期。你看我有没有错？借你一块儿。这边画的那个月九月七，对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流程大概就是先练声，然后练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不是要选我们声乐课新上的一些歌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等一下会有一个个按照这个各位顺序，我们一个个唱一段歌，然后大家互相，因为很多人也没有在一块上课，互相掂量一下对方几斤几两啊，然后想等一下合作曲的时候要不要选它。然后呢，规则是A 班的你可以同时选三首歌，我都要参与。啊，有的人可能他想唱这首歌，但比如说三组抽不到三个人，就可以想想看你要不要帮他，别人可以拒绝。然后呢，一般是最多可以选两首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明白哈。然后呢，有时候这个人数，比如说我规定这首歌是两个人唱的，他就只能人往上多，但是不可以减少，因为很多N 三有在外面工作的成员也没有回来，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想加入到这首歌。所以你看要不要选择他加入？还有一个，如果人的分子多了之后，你想想看这首歌适不适合？啊，如果人多了之后，你又没有办法处理到唱得很好的部分，那整个作品就完蛋了哈。明白了吗？会有一个区别，不是每一首歌可能最后都会把它拿出去做一些拍摄的东西，或者是做一些重新的一些我们的小设计的一些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听清楚了吗？好，大家刚睡醒是不是？看上去有像。就写了出题目，别查，谢谢。都到齐了吗？麻烦那个把这两边的影帮我撤一下，就近的影把它撤掉。这里的图对，好，撤掉。然后你们坐到镜头里面。
在这边四个人跟三个人吗？我不是他的
再走来把手松开，不再意外。爱，为何你的秘密不想看？爱，现在已经麻痹无感觉，到底是怎样？去如
现在两个耳朵，两个耳朵，不是，是打是吧？啊，我认识导演。我们大家现在唱都抒情歌曲。对，我都觉得。喂。因为现在是下午茶的时间啊。来，拿上个饼干。
时间太久，想起来仍然还觉得痛。Run alright, left and right, 是非没有绝对，真与负一线间的分，谁放微笑的那一瞬间，一个眼神就说明一切，不需在乎是否能永远，我们并肩 never to the end， 不会忘记此刻的笑颜，总会在心底不禁盘旋那美好回忆画面。我真明白吗？牛不是在哪里？下一句。真的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嗯。小蛋，小蛋。哎，可能唱得好，我会一直听下去的。不要吧，老师。故意的。没有啊，就放自己就好，看我们家的you、yeah.
超没底气的歌。这就是声乐课要学的意义啊！你要把不熟悉的东西摆到课堂上。你好，的来。什么歌？阿拉斯加的海湾。再说一次。阿拉斯加的海湾，在丹丁后面唱好，压力好大。大个锤锤。哦，大大大。阿拉斯加的海。嗯。阿拉斯加海湾吧。好，海湾。蓝心女吧。好像是吧。啊，是是是。是蓝。蓝的。需要现在上吗？不用。完了，其实不是很熟。对。
看看你们的歌单有没有更新，然后再看看某些人是不是有进步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没有一些惊喜？哎，就是说实话，今天的这个，这今天七位没有一位是拉垮的，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上面，包含丹妮啊，因为之前一直不停的在 rap， 一直在跟他讲这个旋律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今天唱这个 R&B 的这个勇士，大家也确实是还可以的啊。还有一些啊，其实我今天大致看来，各位的真假声其实都很不错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的这个选歌范围呢，它有一些太民谣的，有偏摇滚的，啊，偏电子摇滚一点的啊，没有那种非常的硬摇滚的东西啊，还有一些啊抒情歌的，就是比较偏氛围一点的，比如说偏一些小细腻的呀，或者是一些啊需要你们的合适的配合的那种歌曲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选这些歌选出来之后。你们每我先会放给你看，你们选完了之后自己去找我们的组员，组员找好了之后我们再分组，现场分组，现场分组，然后我们这边定调，看你们怎么去设计，然后每一趴啊，有一些自己讨论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就找我就好了，明白吗？现在再讨论出来，然后之后的这一些定好了之后，人员就不要再随意的换了，然后呢，每一首歌其实整首歌大家都要学会，因为你也知道你们队很多人有时候很忙的，对不对？一旦不在，三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，一个人全部穿着的小战场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要这个样子，让我们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选歌吧。我第一首歌，我们有点高级啊，现在要开始投屏了。哇哦，对，要开始投屏了，好高级啊，投屏的人，在喝汁呢，这个，啊，对对对。稍等啊，现在那个操作有点多。啊，第一首是，一种有点复古的曲风，甜甜的一首歌，叫《少女》。这个是一个三人组的歌曲，明白吗？必须得满三个人才能开歌啊。甜甜的少女，我不走这个路线。少女，你有家的少女吗？啊，稍等一下啊。
快喝酒说，别再善言了突破。在你肩膀的心上，我们的梦想逐渐兑现。当你会觉得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像彼此的过客。的重重的梦如此荒谬，都很快乐，都很寂寞，就把心早已熄火。太想见你，太有你，心中梦不去，如此的靠近，得到想要的，怎么不想的，我们不晓得。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别骗了，别骗了，只懒得再寻找。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是谁骗了，谁骗了，谁骗了？大概是一个这个，这个呢也是一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四人组的歌，啊，需要你们人跟组的，并且这四人组的歌，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些，比如说绝唱的一些片段，啊，这是玩这个的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到我们俩人组的歌了，就是那个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这首歌在上节课的区队是热门选的啊，本来就两组，后来活生生挤了三组。也唱的时候有六个人要唱这首歌啊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版本呢，我的原计划是我今天放的是袁娅维的版本给你们看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就是唱那个卢广仲的那个原来的编曲，然后我们升三个调，还有一个版本的选择就是我们有一个钢琴家弹唱的一个版本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做这个，我们做一些和声的编曲的，看一下啊，先来。我们今天在剧队在放这一趴的时候，非常的老师的 B 站账号暴露了，冲不了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找人借的。你怎么这样？不是因为我心里的痛。要不是这 ，one two， 因为不用像大家唱 ，one two three go。可是我只能听见。
的时候啊，要考虑一下唱二声部分比较有经验的同学，你要在选择歌的时候啊，跟他的设计感会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这首歌实在太新颖了，而且它的配器，它的配器是非常简单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人声的压力会大一点，但也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啊。好来，我们的这是两人曲。好，玫瑰少年就是刚刚菲菲唱的那首歌啊，这首是一个五人曲，是因为这首歌的层次也比较复杂一点，包含它的整个的律动，包含它的编曲，我们可以编排的太多了，并且它还有舞蹈版。好，来我们来看看啊，对吧？有舞蹈版，它的舞蹈版，它的舞蹈版是我想要去跳舞去送的，我可以看这，然后再学一个。啊，我们直接看舞蹈版啊，好。我学了。我的往事也不办，他把头顶上就不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中心的网就很差，直接放来听吧。直接看到吧。下老师帮我记一下那个，给我刚刚的。
好，来，少女的要唱的举手。少女是三人的，少女。果然就专心呗。只要八人可以唱，不然这首歌就唱不到。哦，你就可能只能上 solo。你有 solo 吗？你有 solo。好，来 solo 的时候，我说要唱这首歌，找得到人吗？有人帮你吗？没有听，就是没怎么听过这首歌。对呀，就是他。你看有两个前辈已经在说，因为手都没听过，然后还有呢，来看看参加他可能比较少女，他可能柔美一点，这样拿捏小马也是温柔的自己，你很温柔，在我，要不然他哎，看还差一个，来吧，哇，你真的是预言家呢。看起来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有吗 ？No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之前没有的这些歌，在雪崩到训练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也会有。我想，但是找不到人唱呀。你可以找一下呀、啊。如果一直没有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起来这样。那你是个私人曲。对。他找不到那么多人。私人曲。就是你去他找到的人，人就会重复。你可以连这里溜来上去。明白吗？就不在这里的人，你也可以找。只要你能找个定个四个人就可以。就是，因为今天你们来的人太少了。对，今天你一个来个四首都可以吗？哎，要选几首？看你们。好，那我先往后走啊，再往后走。来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两人的。考虑这首歌还是玫瑰少年？哎，你选了一个重复唱的。啊啊！可以重复选，就像感谢。我可以重复唱歌，就是要唱到这个。我那时候没跳舞，我说你可以重复选跳舞的，我会来组，我不会让同学去搞。对，然后我是说你可以重叠的，不是说只会选一首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就你俩是吧？谁？真好，这个队员是有争议的。这首歌就在我们队伍不受欢迎，是不是？这首歌的欢迎是，因为我选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。怎么说情感就是唱歌情感丰富的人，对，比较擅长的部分。对，那你也可以，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展示一下，其实我有很多面这个样子，我不是一种人，这样。好，可以，来，很好哎，这真的很好选，这样分组的队员好搞定啊。来，那个玫瑰少年，人家你一首歌都没有选到，你要去哪？我俩的错。
花了住宿，那就算有了突破。带领偏旁人羡煞我们的梦想逐渐兑现，但为何觉得长大我们越来越像彼此的过客？同床异梦，如此荒谬，都很快乐，都很寂寞，这关系早已熄火。台上吉他有明星，同陌路却又如此的靠近，得到想要的，怎么不想呢？我们不晓得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其实也还好。别演了，别演了，只是懒得再寻找。看起来，然后我们再问问闹闹和杨小姐。哎呀，哎，可以试一下。手机不要开启。
Thank you.
几个字吞掉了。我不会唱这个歌，第一次听。对。随便来唱的时候，
你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，然后就是你们俩的他很难看，女性的外貌，你现在男生呢，就是把那个美感的时候，我们就剪出来。把脸的头发不要太少，要以人之道。好，建议 OK， 先坐着等一下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有没有其他的？你们俩现在改玫瑰少年的词。哦，我这里还有一本。好，玫瑰少年去跑的那一组，南希只有一首歌是吗？还有一首什么？哦，好，玫瑰少年，你们要好好讨论一下。好，来，那个你们有结果了吗？我们可以先定一下调，可以吗？周佩西，我们可以先定一下调，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对，我可以帮你们唱一点点，然后我们来慢慢定调。少女还有谁？哇，你也是少女哦。好，来，少女看。我拿那个 iPad， 我们跟着一块儿帮我买。来，少女这首歌我有提前帮你们试了一下那个调，我基本上我们唱的就是在上或者在下左右，我们就不用一个个去试。好，来，好，这边是三个的，我放一下。我想要哪一间房子，跟着唱一下，一张纸钱三个，最好收一两个孩子，看出我的样子，作为一个四个人，还是空调？
是局限于他们。好了，就这么两段吧。这边是被安排了。被安排了。大概知道。
有分类好的就开始了。A 就需要一个很稳，你说吧，那个稳住，然后没有太多自己个人特色的一个人唱，不然的话整一首都在。然后 rap 第二，很多的 rap 就是想 rap。第二段的不喊吗？第二段的 flow 还可以。你好，他的那个这首歌因为有马丁版本，有天他最后的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一个唱那个华彩的地方，就是很高很高的，但是如果说你们要用那个版本，我说你可以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一个男生这样去唱嘛，那就是乐队版，注意一下。我是吧，你可以留一个马老师的，我要那就留了，你可以这样，还没定义。Oh,
就是转了单身。因为那就两个吧，会安全一点。就三个也有人能上，但是我们先安全把它学下来。你看你真挚的眼神。好，那就两个，在原曲的基本上剩两个，好不好？对 ，OK。就是下个就看看，那么严肃干嘛？真是的，今天上面不是这样啊。哎，不错。好，来，玫瑰少年这里。我们少年集合一下来。第一段主歌是五个人到这里来去，哎，无所谓的，老师能不能跟完之后没事了？哎，有事儿，坐坐飞机，没事啊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玫瑰少年组集合，来，然后刚刚已经把段落分好了，主歌盖盖。主歌第一段是我，你看我的表，就是有五个人一人一句，然后第一段副歌是一人一句，然后接的那个第二个主歌是 rap 嘛 ，rap 需要两个人分两个段落，我预约第一个段落，然后第二段的那个什么 flow 还可以，你们可以学一下，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这一段生而无罪，就这一段的话就是另外不唱 rap 的人唱了。然后这一段是 bridge 的话要小马可能要唱，他会稳一点，他把气息集中。然后最后一段这个，哦，这段是副歌，这段就是 bridge。然后最后一段是 all 了之后有一个和声预约出来了。好，来分段落，来吧，把那个挪过来，现在，大家预约啊，踊跃参与自己想要唱的部分。好，我第一句。第一句，我们说的就是第一句给你，刘亦菲。第一句的话是需要就是，不能唱太多个人的特色，就是想要稳住，要就是一个人垮就整段垮。然后第二句其实我推荐的是小马，或者是盖盖，就这两这句，就是是跟谁的灵魂，跟谁的身体，是跟谁的身体，变成留住进自己。哦对，然后这个是。那是不是最不缺耳语，那种每天会关掉的气，谁要唱这句？盖盖高一点还是小马高一点？那就盖盖可以吗？这句可以。然后你并没有罪，有罪是世界，你吗？还是你吗？对。其实我也在想，那这句很唱法。那么就这样。还是，因为我要唱一段，你当时唱，也还行。反正后面还有，这样你都得背。行，因为我唱了，那最后就 hold 住啊。那最后就第一段最后一个是小马，然后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不要保持玫瑰，玫瑰只泛起。不对不对，加一个人吧。我不行，那我得要第一句了，因为我要接这个，对吧？哦，对，那我们就换，那我唱这个，那就直接调换吧，这个就，那就是马飞，马飞，哦不不，小马和马飞，然后这个是大美盖，好吧？好，然后。这段第二个 rap 谁？小马还是北哥？盖盖像是吗？还是盖盖你可以吗？有点难吗？我没听过。盖盖听一下，对，有点难，真的。来，把 iPad 给你们，你可以直接听一下。你们踊跃报名，就是报名之后，我再从两个人都选，就是你要这样子报。对，这样他们我找不到你们喜欢哪一个。我们唱哪个版本？五月天。谢谢。我也是想唱五月天老师。听着来分，我听着来分。那个二元唱。
这个还好，这个来报名，哎，来吧，你们要报名，这个还是有点挑战性的。因为我想唱放在一起。嘴巴利落一点的，嘴巴利落点的。我不利落，我唱的。我觉得调戏妹子，我觉得不是我不利落。直接报名，喜欢就报了，对对。对我来说是个挑战，对，有挑战，就是你声乐课就是要挑战。它是适合你的特性。说对，对啊，所以说你们要不挑战自己，你们不挑战，永远不会突破。所以这一段其实我就分开，不然我只能 solo 了。对，对啊，不然我为什么要分？这个你们先让我挑战一下吧，反正还会抠嘛。没有人抠，我们又在一块儿，等吗？行，那这就是菲菲是吗？对，我要开。然后盖盖。这种吧，哈哈哈哈哈。
把深夜的沙漠变成一片自然之地。你那时候是最不缺二语句的盖的。你想好一个这段是我的，然后下一段是小马换一下听到再上到这个大课，明白了吗？每一首歌其实整首都要学下来，不然的话有人走的话你们就没办法搭，这是第二个事情。第三个事情再强调一遍， A 班每个月两次小组或个人的课，自己报名，我不会再强制性的排课了啊，以后排课只会排这个大的课程，明白吗？但是呢你约就有，不约就没有，明白了吗？每一个组别都可以啊，把你的成员搞定好吗？每一个组都会有，比如说像刚刚丹妮就在主持这个分组的这个事情，你们要去学会去培养这件事情，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个组员他可能不是都能力很强的，但是我真的要完成这个东西啊，要知道自己擅长的短板，该怎么去做协作的东西，还有分词，以后的分词我都不会，在声乐课上面我们就在训练你们分词的能力，等到你们整个
呈现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你们的分词科不科学，合不合理。如果说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方式，我们又怎么样去解决？我们学的就是这个，好吗？好。然后，拿上你们的东西，把椅子恢复到原位。然后，因为不是你们班的，你们把它搬到旁边去就好了，就 OK 了，结束了啊。好，辛苦啦。好，拜拜。辛苦啦，椅子放哪儿？放外面吧，放外面那个地方吧，或者靠边，因为明天有舞蹈课。